9月24日晚，由江西省人民政府、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合主办的汤显祖戏剧节暨国际戏曲交流院活动，在汤显祖故里江西省抚州市拉开帷幕。我在牡丹亭等你，把我的手放在你的手心里。活动持续到11月，期间将以汤显祖戏剧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为主题，邀请10个国外剧团和6个国内剧团开展巡演。抚州是一个有梦有戏的地方，汤显祖戏剧节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是全世界人民尊敬友谊的舞台。我们真诚地欢迎各界朋友走进抚州，领略令人流连忘返的绿水青山，分享讲述千年故事的历史文化，品味独具魅力的抚州美食，欣赏400年前的临川四梦。汤显祖是我国明代伟大的戏剧家、文学家，抚州临川人。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出来的100位世界文化名人之一。他创作的《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和《紫钗记》四部传奇巨作合称《临川四梦》，代表了中国古典戏曲创作的高峰。自问世以来，就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历演不衰。以汤显祖戏剧节冠名，这是第一届。这显示了我们呢、以汤显祖为名的汤显祖戏剧节是诞生了，这说明呢我们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有了一个新的奇迹，是吧？这个也是我们呢弘扬汤显祖文化，把汤显祖更好的按照中央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第一个重大举措。刚刚过去的2016年，是汤显祖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逝世400周年。本届汤显祖戏剧节暨国际戏剧交流院活动，既是纪念3位东西方戏剧大师的重大文化活动，也是纪念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45周年的重要活动，更是东西方文化穿越时空的历史性对话。目的是希望以活动为契机，以戏剧艺术为纽带，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戏剧走向世界，共同丰富人类精神家园。我觉得最主要也是因为有了文化的自信，也是因为觉得自己文化传统是我们的根嘛，啊，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汤显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汤显祖这个临川四梦的确在文学上站得住脚，写得好，啊，那么他整个演出的传统呢，从万历年间一直到今天基本上未断。9月24日晚，在抚州市行政中心广场上，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以及万千市民，共同见证了这场文化盛会的华美开启。开幕式后的戏剧巡演活动精彩纷呈，典雅大气的京剧选段、黄梅戏、评剧、川剧融合而成的戏曲联唱，唱出了中国戏曲的博大精深。优美典雅的经典芭蕾舞选段，以及歌剧、踢踏舞、草裙舞、巴西桑巴舞等热情洋溢的国外戏剧舞蹈，多维呈现了世界戏剧的缤纷绚丽。
英国莎士比亚时期的生活场景，中国明朝时期的民族风情，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的民族特色，在府中交相辉映。开幕式共有3000余名演员参加演出，其中包括来自美国、巴西、英国等国家的100位外籍演员。中国戏曲方队、踢踏舞方队、经典音乐剧方队、滑稽小丑方队、非洲鼓舞方队、桑巴舞方队等12个巡游方队，在5个分场表演区与沿途的观众互动演出。一辆辆花车驶过，一个个表演方阵走过，长达7公里的巡游路线成了中外艺术交流的大舞台，无数市民夹道围观，这搞得很热闹很热烈，有中国的艺术团体，也有外国的艺术团体，都做了我们尽可能的做到的那种表现，热情奔放，光辉灿烂。福州是汤显祖的家乡，我们每一年要像莎士比亚家乡搞莎士比亚戏剧节一样，每年搞汤显祖戏剧节。西方这个莎士比亚家乡的那个斯拉夫镇啊，它是号称是西方的西都，我们呢汤显祖的福州啊，故居福州啊，就是我们呢东方的西都。2016年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与中国明朝戏剧大师汤显祖逝世400周年。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故乡，都举办了各种活动来纪念这两位世界级的文学巨匠。中国福州、英国斯特拉福德，在两位戏剧大师去世400周年之后，也相互伸出了友谊之手，正式建立友好城市关系。2016年4月23日，在英国斯特拉福德举办的纪念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的活动中，中国福州文化代表团应邀参加，还表演了福州的南风挪舞，以及汤显祖的戏剧代表作《牡丹亭》和《紫钗记》。去年就是福州的话，就是特意制作了2尊铜雕像。雕像的话，内容是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对望。这个雕像是做了2尊，一尊的话是放在莎士比亚永久展示，另外一尊的话放在我们2楼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特展展区的话，向公众进行展示。今年时值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45周年。此次汤显祖戏剧节，斯特拉福德也派出了代表团和当地的剧团参加，同时还有100名英国游客乘兴而来。9月23日晚，汤显祖大剧院灯火璀璨，由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歌舞团联袂演出的大型中国歌剧《木兰诗篇》隆重开演。这是汤显祖戏剧节25场戏剧展演活动的首场演出。担纲剧中主角花木兰和刘爽的扮演者，是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歌舞团国家1级演员、著名歌唱家雷佳和青年歌唱家张英喜。诗篇通过西洋歌剧的艺术形式，讲述一个中国的传奇故事，能够为西方的观众所理解。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团长、著名作曲家木兰诗篇的作曲关霞表示，为了能够更贴近历史地讲述这个传奇故事，在深度挖掘民族文化特点的同时，也考虑该剧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传播，非常巧妙地将戏曲音调和交响乐进行有机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戏曲风格咏叹调。此外，木兰诗篇在声乐演唱形式上还吸纳和融汇了歌剧、音乐剧、戏剧、清唱剧、情景剧等适合情景表演的元素，通过具有民族特色的声乐演唱，使作品情景交融，浑然一体，产生了出色的效果。借戏剧节，福州邀请了中国芭蕾舞团、中国京剧院、苏州昆剧院、上海昆剧院、浙江小百花艺术团等众多国内优秀团队前来演出。除此之外，还有英国 TNT 剧团、西班牙丝路剧团等十一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演出团体和院校。随后的两个月里，英国 TNT 剧院带来的话剧《第十二夜》，阿尔巴尼亚国家剧团带来的话剧《驯悍记》，毛里求斯雷珀非洲联合剧团带来的舞剧《生命之舞》，浙江小百花乐剧团带来的乐剧《扣留兰与杜丽娘》，中央芭蕾舞团带来的芭蕾舞剧《牡丹亭》等25场国际戏剧交流演出，及113场次民间剧团戏曲大展演，将在福州轮番上演。福州市新创排的虚和高腔乡音版牡丹亭，复排的音乐剧汤显祖也将与观众见面。戏剧节期间，第二届文化传承和创新国际论坛、三翁戏剧文化研讨会、永恒的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主题戏剧工作坊等16项主题活动也将在汤显祖戏剧节暨国际戏剧交流月活动期间精彩登场。此外，以品世界佳肴、赏福州美景为主题的2017首届汤显祖国际旅游美食节暨莎士比亚啤酒节也同期举行。